这么笨，咱只有通灵回到咱即马这个中心，阿婆啊，爱咱心中啊，会静落来。这是在世间咱咧讲的通啊，是咱互通交通，这就是清净咱的本性。几合计啊，咱即阵心灵是咱以清体发界，生伫咱源头这个神啊。阿母啊，爱予咱会稳定，伫即世人啊，你着甲守落来，现伫清净即个天地，咱抓定家己诶心意，付出着原来金宝啊即条指令啦，现开则是天性，大天啊则是现世因，我随着通天即条灵性。来到无形界，咱的本事，这是咱未到的天理，徛正这世人，咱的心气呀，是咱未到正法正理，要传到咱这个心中，这个原形啊。母娘爱予咱会当出定，伫咱即马做人啊，你会当行的，是相通。这个天灵无形恢复正天性，悟出着咱现世心清明，带予咱一点灵气。咱生则是顺家，咱的无原体，是咱有阮一点灵性，是咱化开啊清净中咱的本灵。这是。原来的天理，金宝啊，传法这个心意啊，青天落下是灵性，开悟转体是无性，灵源有咱这条清净，来到无形中，咱的本心啊，天灵有落是天理，气场接到转来，则是咱的心气啊，拢是顺家。一条灵性，拢是体会甲足，这是咱富足的天理，嘛是咱把握一点灵性啊，到着清净的法界。只有来讲着清楚一世人，我会当讲的是正法路性。一世人我讲的通灵啊，这是咱现样的，嘛是我这个心的起境。我才会当讲到顺家，来到到先天这条神空空，是咱这点灵气，空则是咱神的大力。这就是咱要讲破人世间的修行，点在咱这个心嘛，这个原形，到底清体这点气，咱向回来则是顺利。有咱落家这条心。再来讲清净阿婆啊的心啊，恢复是咱的天性，拍通则是咱的母娘。咱有这尼啊顺这点气，再来传有落家这条心啊，这拢是通天的真相，对着咱个人这个心印啊，落着清净一点缘，爱咱转的啊，则是无形境。这点拢是天元的指示，派咱落家回庙，这条灵气是咱顺着现世神，转过着老母这尔稳定，恢复清界咱的心性啊，是咱归元一点力，倒转现主时，咱老母这条心见啊，这是咱用着清净的法界。用着平常，咱的正法心在在呀。天灵本意是天元，见咱母娘是心清，灵魂老照天意呀。时空倒转来，咱现主时为主。我爱是这点灵气，
在咱讲出着先天这条心性，付出着原来老母伊这条本领，上苍恢复天意，转咱道家则是心清。我有愿天愿神，转过着我心内底这个本领啊，恢复天意，这尼啊自在。清净就是咱的灵气恢复原形。无形这条天理，我只有入定中回报这条灵气啦，是咱这条清法界，心灵转体观神在，有咱一条正法的天性，咱修通老母这条元灵，这是咱清醒的天意，嘛是咱见元天老母这条元神。上苍的天理，只有采用道家这条心意，随着通灵咱的天界，抓紧着在世咱这个心，这是随着先天的法界，亲身来讲出家咱的心。我有无形这个天理，是伫咱这个身躯内底植入种子，原来恢复正天理。我成先天老母气，灵元灵性归天性，开元转落金母净，恢复这条青天理，搁再扶持金母心。这是咱锻炼的天性，金母也一路甲咱扶持咱的心境，化开在世上咱所讲的积累，这就是修通咱的本性。照着无生有的情景，现咱清体本道性，拍通原来这条灵，有咱随着通天这点灵感，这就是咱恢复清净的天，拢是老母啊这条灵性，归咱这条灵现出，是咱搁再顺听。是咱搁再显露天元有路有灵气，老母也惊向先天神，这是咱道家的天理，接触着灵空先天气，灵元老照天意，咱来显明顺母啊这条心理，拢是上苍这点灵性来到心内咱的本性。导咱恢复正天明，见咱原来这粒种，先天本意道法智，清体原来做主持，心灵有路正法界，始终见无先天来，恢复清净这点气，来到咱的心公平，这是咱道家的天愿。老母来讲心团。是咱有落来这点灵气，亲身见咱老母这条心，我有这条正觉正灵，再来讲顺家金母啊的心性，这是咱出定这个天理，我在在这个心的好气，是咱有这条青天的灵性，甲咱老母啊依光显明，度到这条正觉界。增长咱在世这个心，归咱原来这个母体，走向着清净咱现主时的心气呀。这拢是咧团咧练咧接受，随着母啊这条灵性，因伫我这个心这尊神，这就是咱回到的正法正理，传达着神呐、啊、这个元气。上苍显来是本道性，拍通原来则是清净，予咱会当对的是先天理，我爱行的是无形性，恢复通天这点性，带予咱见母这尊心明，咱有遮尼啊清净的天意，再来讲顺家，咱金母啊的心灵，显露是正觉界。开灵则是先天在，有咱这条正天命，
我才有这么稳固的心意啊，是咱这点灵性来讲到无形稳定。一世人，咱只有讲通灵，出家咱的现世心，随着这条正觉正天心，咱再来讲顺家母娘意啊，恢复一条灵气，予咱会当归元金宝啊这条心性。我爱是以平静守会条咱的心，随着咱观世音菩萨。只有观自在，咱这个心爱稳定，卖亲像弯甲尾曲曲浪，这就是咱讲的天灵。阿婆啊，爱咱行正法正心，天来开路正天理，天盘归咱老母去，导咱一条先天性，命令各方咱的清净。咱爱是心中的天界。各有修道回来完成，这是咱清楚的天理。一个头壳内底，咱修有条，老母啊，即天去，是咱顺着通天。老母啊，爱咱现，则是咱一条心意，随着通天本路性，打通原来即粒种，这就是咱恢复天元。老母啊，咧讲即条心意啊。拢是金当当，拢是清醒，咱才会当讲这世人来到着咱原来这个神，是咱本源本意，接触着灵光顺势，显露则是咱的天元性，平静则是老母这条灵，恢复天意则是灵性，悟出着现在则是本性，我爱是随着这条清净。老母娘娘来讲经，法界上苍有天理，其中合卦母娘气，兑现则是咱的灵性，开悟转开则是咱的天灵。一点青天有落来，转咱过完这点气，落伫清净咱家己的心，拢是过境，拢是在学佛习。咱走无形这条天理，化开着咱今嘛这个心意，拢是原来咱的天性，拢是传达咱的本性。老母啊，爱予咱归元这条天性，直通先天这尊神，灵元会当清净。这是咱显露顺界心病。我有这条清澈的天界。再来讲发射咱金宝这个天意啊，敬天落家照顺天，老母显灵最基，心灵增加原来，保咱清体自在，元天有落敬天性，开元转咱心落明，一点灵气现世界，做主先天来啊，是咱这条清天的气。满满老母这条心，会当讲到天元这点灵气，来讲到安定咱家己上苍的灵性，只有虚空来讲到天性。我有这么稳固的天理，再来讲清净老母啊这条心，对着原来咱的灵气，咱再来讲清净这条心灵。阿母啊，爱予咱遮尔啊清的心，随着天元这点教，我才有遮尔温和的心性，带予咱老母这个气神啊。这是咱顺着先天理，嘛是咱老母啊这条灵气，真元本意的灵魂，转咱气中合顺，灵元灵气顺天来。带有咱母娘转天界，灵元灵性是基天，咱爱落家是顺气，灵魂老照天性，天上有老母这尊神，这是咱恢复天元这点灵性，现个这么顺的本性，随着这么稳的天界，
咱只有祭天原来，度咱一点青天地，拍通顺家现诸事，正法拢是来到位，真源拢是天意，度咱一世人，咱才会当稳定咱这条心。这是凭咱的清净，自己这个心显明，有咱来到正法界，有咱来生上天神，这是清净的天理。咱要徛正无上的法界，显露这是咱真性，开源这是咱的本领。有咱一点灵气，现代这是惊向，咱会当做主的这条心，这是清净的天理。啊，嘛是咱来攻破先天意。对着灵源这点性，咱再来讲通天这条心，是咱恢复这条灵性。一世人，咱落界心，随着通灵的天理，老母也徛正咱的心意。我以正法落灵性，只有打通我这条清净念念。母啊，爱咱行的是先天的本性，来到咱这个身躯的中心点。我才有老母啊，这条灵性掀开着咱原来这尊神，拢是无形的天理，拢是明白咱的心气。我才会当行回咱原来这个本性，这是咱处元天的灵性。一世人，我讲的灵魂，顺着老母这条原形，转过着我的心平静。在世，我只有用天理，要讲凡世间这个土话、白话，安尼我才会当显露在此这个天地，表达灵空这条灵机。天元顺家，这是天性；教化落定，这是本性。点起咱这条灵，开源转过来，咱的心病，咱只有用平常心，这才会当讲到清净咱的天界。日常啊，甲咱这个心内底这个本性合，是咱行回正天的灵气，是咱合天转落家己，修咱本源本性，合咱一条正道。咱再来讲清界，咱的天地，打通元老老母这条心理，到来正天是灵性，悟出着在世间咱的心性。我造原体无量的真，到咱这条正法界，显露有顺元神在，是咱以清净这个天性，是咱原来这粒真正。普上天元道之灵，教化心中原形，一点天意无形界，点起在世咱各有心，是咱原天本道性，是咱点起凡世间的心。我以这条正法正天来讲，着顺达咱的表意，上苍若正法界，现咱清楚这条心。这是咱灵魂伊个灵性，来讲着通这条清净，恢复正源这个天理，心中有老母这条原理，天开原来有天子，青天转咱有心意，度咱归元现世界，照咱清净升天，是咱这条青天的真意。是咱老母归元落灵，咱来转入清净，这才是咱的心意呀。拢是主要的天，予咱在世间，咱要倒转来，随着通天这点灵性，只有回心来讲着先天理呀。天开原来有祖气，祖灵真脉来到位，传咱这条正天性。悟出着这条清净，元天有母这点缘，母也来讲心转，
父上敬天拢是伊，大母传灵最起，上苍来到一点圣，滋味来讲到咱的通灵，化开元天一点圣，咱爱度化家己清，这是咱道界天理，修行人生根本这条心，天开元灵有天意。道灵见母则是顺势，显露清净这点性，悟出着现代咱的本性。随咱这条灵气，予咱显明家己，这则是咱清楚这条心。灵源有这点爱，我爱行的则是天性。咱有老母则是天命，这点则是咱的天元神。先天落来正发心，走向无形清净，一点顺家咱的天意，点醒见母则是顺天，灵源搁再福天命，哥哥听母娘这点教，咱爱是顺着天理，教育是咱家己，心灵净出着心性，开元五正则是通灵。在咱这条正法界，在咱这世人，咱会当讲天意，派咱在世修持。根本只有一点性，悟出着现代咱家己的心，这是随着咱的天性，一条元天的造成。老母啊，爱咱行是法界这条天理，铺上天元来做主，心灵转开是天书。灵魂脑正法界，生出着母娘伊的灵性，这是咱顺甲遮尔啊清净。老母啊，献甲咱的这个心灵，归来一条正天理，学成金母的心意，传咱清家这条天理，咱才有这条母心。这是咱传落正天正灵来。直通现主持咱的心意，拍开原来咱这个本源灵，拢是直通这个天元，拢是直传咱这个心。这是咱清净的天理，平和咱见母娘，拢是这粒源头来生。咱才有老母啊这条元真，传咱这显明。道来正天是灵气，学成传法则是道理。咱有母娘啊这点性，生出着法界这尊神，这就是咱的道法、道力、道心，归真理、归集中。咱才有这颗原来的本性，生活咱的清净，是咱这点清净的灵气，和和气气。咱自然生，无形爱咱落家，这世人咱才有照伊。这是咱恢复天元这点灵性，搁再复明咱在世间的心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是一世一世修。咱持着老母啊这条公平的心，这才会当讲天意公平啊。咱老母这条原形。道来青天有路定，拍通万事合成，是咱一点灵源灵性，是咱记录家己的心情，恢复正天拢是天意，爱咱平和啊，这个心理，咱才会当有咱母娘这条灵性，开悟咱倒转来这尊精神，天理老照无完。爱咱转的自然心，我有这点天元的灵性，是咱虚空带原形，导咱一条正天理。无形貌、无形相，则是咱家己。照着咱这条清天的法界，咱只有向心内底，咱家己会知。这就是咱清体的本性。世间人，咱这条魂魄。要恢复正天咱的灵性，老母啊来甲咱牵绳，咱才有这条先天的本意，恢复上苍这个天理，咱抓定会当温和
咱的性质。今日咱讲的是修咱的个性，莫让伊歹性地，莫让妄动。这就是咱讲的通天灵性。要行到拄拄啊好，这个中和的清净，真源这个天意，来到虚空这个真理，我才会当讲到正法正天性，是咱无形这个天源，是咱来行现主时的圆满。灵魂有咱的本意，开天辟地有咱的心，我有这条青天的灵性。直通咱原来这个本领，显露是上天开，真理是本领大，会当做主则是天性，开源下作的则是咱的本性。这是咱一点灵气，其中咱的天理，下咱这条灵最基，显露是天性，开悟是这尊神明。这是咱现代的灵性，修正咱的心归清，天元本意的灵性，代代显露咱的本性，照体顺加咱的心，走向稳定咱的意，是咱这条清净的法界，连接先天老母的所在。这是咱儒家的灵性。拜上天光，咱的清净灵源，闹正天地。来讲到灵家顺无去，照着通天正天性，神降在咱的心，这是随咱的天缘。老母啊，伊予咱心转，我爱是直通这个天意，定家己这个性格呢，这就是修炼的过程。合咱这条灵性定计啊，咱的公心是咱集团这个天理，是咱心中这个元神，灵魂脑照天界，归咱通天正实在，无形恢复天意，赐咱心中见悟，献咱一条正法界，生出着心内咱的本领啊。恢复青天这点无缘，老母啊来讲，则是心静，拍通咱原来这点灵气，行正清净，这则是咱的心性。恢复灵源不落架，正觉归母则是天，显露清家则是义，上苍的天性，是咱见母这尊神明，天元伊的灵气。只有虚空界，咱的心意；上苍伊的法界，只有无形相貌，咱会知。这就是咱通天的本性，伫好歹的顶端，这粒中心啦。这是咱传法这个天理，来甲咱这个心的满意。上苍爱咱见缘这个天性，无形伊的本领来，度咱在世的应性。我有这条正法正理，来悟出着现代我这个心气啦，拢是注定这个天理，拢是精神中这个气在流转，这就是咱讲的天性，道家咱的天命，是咱原始这条灵气，是咱来讲着清净这个心神啦，这就是咱的心扣意。嘛是咱的三业宗旨，我再来讲顺家这个天性，业力业种，咱的本性，显露是正法界，亲身念出则是咱的本性，咱爱一点天缘，老母啊转咱心意呀，拢是显露咱的灵性，拢是开悟彻底咱这尊神，无形伊的灵性。只有抬头看天，老母啊，这条本领，助咱恢复正天理，其中顺驾咱老母啊，这工去，这是咱在世各福命，修炼呐，各再复生，是咱儒家这个生机，咱才有终生这条灵机，上苍伊的天性，
做基的基准，是咱无形转落性，是咱真心落天定。天元有落正法界，生出着清净这个自在，念念一点气，颠颠倒倒顺天，是咱原来一点灵性，是咱倒转这个天性。灵魂要照实在，咱是对天颠落来，今咱一只倒倒的，要搁颠倒转去，咱的本性本体，这就是颠倒颠。今仔我要讲的是先天的本性，化用咱这条性质，这是咱通灵的天理，排成老母这个精气，形成咱各有清净的本性，增加咱的法界生。是咱一点灵气，悟出着现代咱的道理，打通咱规身躯的筋骨，咱才会当讲上冲这点灵性，中单呐、咱的现身，拢是主宰这条灵气。咱也是真心伫头壳内底，这才是咱讲的天元，老母阿咧讲的玄关，拢是注定这个玄门，咱才会当行玄妙。深奥咱的本性，度化咱家己的心，稳稳定定。